你们现在叫我是玲玲，我是玲玲，我是琳达虎。爸爸今天拍到了流星，所以呢，我们现在要来看一下。开始。在这边哦，你要从这边飞过去啊、哦。你小头上来。好嘞，这样，这样来呀。哦，有，从那边飞过去。嗯，好短，它就好小，这样子。对。有没有？哦，它还有点尾巴，对不对？所以看有点尾巴。就算飞过去，它有点尾巴。有尾巴。我看到一颗流星飞过去了。好了。这边云不晒的。一颗，我看到一颗流星飞过去了。目前现在画面这一颗呢，它应该是5×2，来手拉高一点，尽量来找看能看到什么星星。往上走会有一颗英仙座，漂亮没有？天云太多了，再次看不到，不一定是没有，云太多。聚聚了，今天云太多，整个天空都云了。有了，一二三，三角形的，这个三角形，哎，这边有一颗星星很亮，哦，有，这一颗，我现在把 ISO 拉到21000左右，看不出来有任何的流星，这边有一颗星星啊。英仙座流星群估计在这里，好像超广角。先用这个位置来抓好，好难啊！升上来一颗星星了。目前上画面我看不到任何星星嘞，连星星都看不到的是怎么拍呢？看不到 ISO 就再把它拉高了。左下角一颗星星跑出来了。它如果是照刚才的升上去的话，这颗是什么星？好，来手拉低，25000就这样了。再等一会，可能那个咖啡散掉，这一把好多颗啊，又回到了天船山吗？英仙座，这英仙座在哪里啊？这里好多颗啊，是哪里？哎呀，这又是哪里？垂波天船山，橘色的。好，现在换50mmF 1.8，杨树六，这一坨英仙座。42，这是英仙座，然后这个没写，这没写是写什么？真的没写哦，也是英仙座 V， 然后英仙座这什么符号啊？天船山这是一颗没错啊，天船山。右边有一颗很亮的是大零五，这一颗是大零五，所以这样找星星蛮有趣的。这边还有英仙座 K， 天船山，以天船山为基准，天船山往左边可以遇到两颗星星，没有，在云里面。
为什么听传一也没看到？听传三，听传三的左上角会有一颗，很确定的哪一颗呢？好吧，以听传三为基准好了。所谓流星雨，在这片云里面，我们来多抓点星星的来看一下，有没有偷偷跑出来的？这片云不晒的，一颗。我看到一颗流星飞过去了，在这里。好的，不抓云了，抓这一个。艾索拉蒂，可以可以，刚才有拍到一颗流星，我有看到。好，抓这个位置。这边比较偏向英仙座，天船山往右下角的英仙座了。我看这里有看到一颗流星飞过去了，有录到，这些 ISO 大概21000，画面看起来至少我能接受啊。这一颗是什么星？这么亮的？有点偏橘色了，大05，这边阴线 K 没有看到，这边已经快点散吧，该是有东西飞过去，快收拉低一点，让画面干净一点，好，就这画面来录。就这个位置了，不管了。好，再一段 ，ISO 21000，25分之1秒 ，f1.8， 数据都有了。现在就抓英仙座的右下角一点，看一下，这边已经海平面上来，英仙座尽量没有云的地方，中心点对准天船三号。像天船山的左边、右边都能拍到，云好像比较散了。有鸟在叫，云比较散一点的，我往左边移一点。好，上面一点这里吗？还是要下面一点这里？有点想放弃了。这是路况是吗？这是，其实天空好多星星了，云开始散掉了。天中还蛮多星星的，现在让我不晓得要不要继续拍呢。这个是月亮，我们来看一下好了。这个是月亮，月亮左边那好像是火星吧？嗯，英仙座大概在这个位置，好，最后一段，
太多人了，算了，我懂了。希望平姐订阅我，希望平姐订阅我。每天晚上都会看流星的。那我下次见，拜拜。拜拜。